这个酒很甜，不醉人的，你少喝一点没事啊。来，谢谢。志华，我猜你现在过得不太好吧？谁说的？我过得挺好。大女儿已经工作了。 最小的儿子也已经上中学了，日子过得真快，一晃二十年都过去了。你太操劳了。说实话，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，我几乎不敢相认。过去的你啊，在我的印象里呢，是，扎俩小辫儿，穿着对襟的花布褂子，腰身细细的，说起话来。 就像唱歌一样好听啊！这么说，我变化实在太厉害了。那还不如不见面的好，总能给你留一个好一点的样子，该多好！不，志华，这次回来能够见到你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当初我们俩很好。 要不是我的出身不好，又有海外关系，我们会结婚的。不提这个好不好？谈谈你现在的情况。啊，我呀，钱是有了，汽车、洋房都不缺，但活得太累，你看头发都白了。生意场上的事情很难弄啊。 我的太太很年轻，跟她结婚不过是七八年前的事儿。一个女儿，刚满5岁。不错，你过得很好吗？你不过得也挺好吗？啊，我真想到你家里看看，同你的先生见见面。不，不用，不用。你不是嫁给一个中学老师吗？嗯。我是。 你结婚那年离开大陆的，他现在还在教书。他去世了。哦，对不起。车祸，也不完全是车祸，反正他离开我了。 这么说，你现在一个人了？不，现在我又结婚了。又结婚了？那位先生是？他也是个好人。你问我这么多干什么？志华，你说的这些都是实话。 我在外边闯荡了那么多年，一双眼睛是很厉害的。我看出来了，你过得并不好。我骗你干什么，祖芳？真的，我过得挺好。现在几点了？啊，8点。哎呦，太晚了。怎么了？ 我婆婆在医院里住着，我该回去了。啊，那我送送你。小姐，记1205账上。庆阳，你找我？ 来2杯啤酒，谢谢。
是为了我逼荣芳还债的事儿吧？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对，我不仗义，我不是人。青阳，我被你看不起，我活该。青阳，这事儿你要是不肯饶我，我就给你跪下，真的。我数一二三。行了行了，大龙，我不是来替你认错的。实话跟你说，我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，来问你借钱呢。借钱？你早说呀，像个大姑娘一样闷着个头。说，要多少？借两千。两千？送你也行啊。阿龙啊，我准备了笔和纸，现在就给你写个借条。借据？你骂我，亏你想得出来。那这钱你都拿去，你要是不拿去啊，你就是看不起我，比我跪在你面前还难受呢。大龙，我也不听你磨牙，给，这是我的借条，你拿着。想得出，你能借给我，我已经挺感激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可不能像李荣芳还债那样来逼我呀。你别提了好吗？别提这事儿好不好？拿着了。青阳，我知道你这是在替别人着想，可你应该替自己想一想啊。借钱还债，你是何苦呢？啊，青阳，我接到了一批业务，有一个老板叫我到青海跑一趟，拉一批货，给的数倒不低，一个来回给5000块，就是时间紧，要白天黑夜不停地开，我一个人肯定吃不消。青阳，你跟我一起跑一趟，我们俩呢可以交替着开，怎么样？运输费一人一半，好不好？你的报酬啊，换回这借据还有富裕呢。拉什么？皮毛。不会把我们套在里边，犯法吧？不会，我用脑袋担保。我想想。好，你要是决定了呢，明天到单位请半个月的假，我们明天就上路。总服务台吗？我是1205房间的吴祖放，请替我把明天早晨的车票退了。对，暂时我不想走了，谢谢。
妈，哎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累了吧？还好，我给你凉着水呢。哦。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哼，大龙啊，让我跑趟青海。青海？那么远？哼，雇主愿意出高价钱，跑一趟，5000块钱运输费。这批货要的又急，我跟大龙连夜开车，半个月也就回来了。要半个月呢？我想跟公司请几天假，搭上我平时加班加点。剩下的调休，我想公司会批准的。这次奶奶一住院，又得花一大笔钱。这趟车一跑，我想就差不多了。弄不好还能剩点呢。好是好，可你一走，一走就半个月，我怎么办？什么事怎么办？倒也没有什么事。就是万一家里有个事儿，你在呢，我有人商量，你要走了，我心里就不踏实。大龙说了，半个月就回来。又是张大龙啊，我看这个人啊，横竖都不顺眼。李叔叔，你可要防着他一点。嗨，大龙不会坑我的。背地里做事，谁知道啊？阿芳。不要这么说别人，妈，这张大龙害过我一次，我怎么都忘不了。阿芳，其实人啊也是挺复杂的。大龙逼着你要在，其实他心里啊也是挺内疚的。这次奶奶住院，我也是百般无奈，跑去问大龙借钱，哎，他满口答应了，那样子倒像是哎。他欠了我钱似的。这么说，你也向他借钱了？是，我也是，实在没办法。他上次故意借给娄金宝4000块钱，用金宝的手转借给我，再向我逼债。这个人啊，大阴谋家。说来说去，是因为我们家穷。是啊，饼蛋又来过2次了，我们还不起钱。只得给人家赔笑脸。妈，我跟我们头说好了，下了班后再引个班搞卫生，这样呢能多挣些钱回家。你身体怎么吃得消啊？没关系。哎，昨天你有没有去过我们那儿？我去你们那儿干什么？哎呀，把这款收了吧。哎。上楼去吧。帮我收拾收拾行李。啊。青阳，这一路上你自己要多当心。青海那个地方气候和我们这儿不一样，冷了要多加衣服，热了就脱，不要犯懒啊。我说你今天怎么了？婆婆妈妈的。青海也是人去的地方，人家能去我也能去，不就是吃点苦吗？怕啥呀？吃苦，你到我们家已经吃了不少苦了。每天除了干活挣钱还债，也没有什么乐趣。你还年轻，不能就这么过一辈子。今天怎么说这些了？别整了，今天晚上咱们早点睡。哎，好，你先睡，我马上就好。你往包里塞这么多干嘛？我又不是走了不回来了。这个家倒也走啊。青阳啊，
你要是把这个家都烧走，你这辈子的苦就算没有头了。我们都苦，就像周永芳的妈周母，再苦能苦到哪儿去吗？苦到尽头吗？我把它给你。吃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会有的，我有这个信心。你有这个信心，我就有这个信心。注意身体啊，阿芳。注意点啊，你叔叔早点回来啊。开车要当心，慢点是吧？来，哎呀，李青阳，真是好福气呀、啊！这一家大小都来送你啊。蔡丽丽，你也在车上？对呀、啊。只许你们一家大小送你，就不许我来送张大龙吗？丽丽，你下去吧。我不下去，我要跟你们一块儿去青海，去看看那儿的青海湖，去吃吃那儿的羊肉和牛肉，香喷喷的。行了，别恶作剧。丽丽，你下去吧。啊？我不下去，就是不下去。哎，我说李青阳，你要去的话呢，就上车；不去呢，就拉倒。反正我啊，是不会下车的。妈，妈，我说蔡丽丽，你做人做事总得有点分寸吧？你再要不下来，那我就不去了。哎，青阳，哎，青阳，哎，青阳，哎，你看你这……哎呀，我说李青阳啊，至于这么紧张吗？啊？你以为我会真的跟你这种人一块儿去青海？哼，我蔡丽丽还要上班挣钱养活自己。哎，等等等等等，哎呀，你不走，哎，我马上就来。志华，你别跟他计较，啊！没关系，就让他跟你去吧，我不计较。你这是想到哪儿去了？你还看不出来，他在有意捣乱。你去吧，你一个人千万要当心。在外面吃啊住啊，不要太伤，不要太苦了自己。出门在外，身体最要紧了，我们在家怎么着都好说，你不用惦记。知道了，那你们在家也当心，我会早点回来的。哦，那我走了。
你觉得有意思吗？李青阳糊里糊涂的进了你们荣家，受了这么多苦，你们好意思吗？蔡姐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们荣家简直就是陷阱，简直就是害人。蔡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把话说清楚。够清楚的了，听不懂吗？是。走了吗？我把订好的火车票给退了。为什么？为了你。我的感觉告诉我，你过得不好，你需要我的帮助，我不能一走了之。走吧，咱们好好的谈一谈。嗯。那我现在要去上班呢。我给小李打个电话，打声招呼吧。好的，我陪你一块儿去。
你走？对呀。不，我不跟你走。你不要误会，过去我确实爱过你。喝吗？你爸呀，走了几天了？啊，昨天中午走的。嗯，昨天？嗯。哎呦，我还以为他走了得三两天了呢。不知道他路上怎么样哦，奶奶，就别操心了，来，他会顺顺当当回家的。哎，真难为他了。姐，快快回家。嗯，奶奶，要不我先回去一趟。哦。李伯伯，让你久等了。我说阿芳哎，我一趟一趟往你们家跑，光鞋子都跑不几双了。二妹，替李伯伯倒杯水去。嗯。哦，我不喝，肚子还空着呢。阿芳，你多少凑几个钱给我，我也好马上回去了。李伯伯，是这样的，我奶奶的腿骨跌断了。住院治疗用了很多钱，所以……哎呀，我不是来听你叹苦经的，我自己还不是苦经没念完呢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李青阳呢？他可是拍着胸脯答应还我钱的。他往青海运货去了，等他回来，我告诉他您来过了。哎，说起来呢，我跟老荣也是多少年的交情了。当初他找我借钱，我二话没说，就把家老底儿都翻出来给了他。可是以后呢，这么多年，后来你爸死了，你说我这不是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头吗？你爸死以后，李青阳答应替你爸爸还债，可是呢，又一拖再拖，你说我还能相信谁？禀伯伯，这些我们一直记在心上的，可就是这两天家里接连出事儿，您看
能不能缓些日子？不行，你今天就是把24朵莲花说的一个半也不少，我也不会相信了。我今天来啊，就是为了来拿钱的，没有钱呢，我今天就住这儿了。妈妈，我叫小弟去找了。志华，你今天晚上回去收拾一下，我明天就要回广东了，那边有人在等我，长途打了好几个，不能再耽搁了。明天上午10点，我在宾馆门口等你。票都已经订好了。真的要走啊？当然真的了。即使你不到那儿去打工挣钱，就算是我邀请你这个老朋友去散散心、旅游一次。志华，你身体不错，主要是精神状态上。到了这边以后啊，只要是我有空，就带你去跳跳舞。唱唱卡拉 OK， 然后到海边去玩玩，这样肯定对你身体有好处。玩倒不行，要是去，也是为了想多挣钱好还债。可家里人不同意怎么办？你又不是不回来，三个孩子都大了，还有你丈夫。他现在不在家，去青海。那更好。如果他在家，他会不放心你。你要是现在走，没有人会拦你。你让我想想，让我再想想。好的，再好好的想一想。反正我明天早晨10点在宾馆门口等你。这人可真讨厌，怎么还不走？怎么赶他走啊？那怎么办？真的要留他吃饭啊？吃饭，你都没了。哎，小弟，妈呢？找不到。小卖部也不在，人家说他今天没去上班。妈回来又怎么样呢？他又没钱。大姐，我饿了，可以吃饭了吧？他还没做呢。钱拿着，去街上买两个大饼，顺便烧两个肉包子回来给饼大伯吃。那你和二姐呢？我不饿，去吧。李叔叔现在在哪儿呢？怎么了？是你呀、你
那我怎么称呼你？是叫你荣大嫂，还是叫你李大嫂？你别走，我请你去喝几杯酒，喝两杯。我不会喝，来吧。你怎么醉成跟这个样子？我没醉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黄志煌，是你把我的李青阳夺走了。你怎么这样说？你是个坏女人，你害得我们做不成夫妻。你不要这样，我和李青阳相爱五年了。我爱他，我可以为他去死。你爱他吗？我们全家都喜欢他，他对我们全家也多好。他是可怜你啊，他觉得你们家太穷了，李青阳到你们家是去替你们家还债的。他以为他自己是救世主，结果把自己也搭进去。他心里的苦，只有我知道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走了。哎，哎，你走好了，你害了他，你也害了我。你以为你是什么老实人呢？呸！你很恶很恶的，你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。你明明知道我们要结婚了，你还把他吊在你的家里。你害得他活着比死还难受，你这叫钝刀子割肉。你怎么这样说话？我没那么大本事把青阳留在身边，那是他自己的主意，他又不是小孩子了。他不会甘心在你们家受苦的，我会等着他，他会回来的，我们约好了。